直肠阴道漏呢是女性特有的疾病，在女性来说，这个直肠和阴道是相邻的，它中间隔着一个直肠阴道隔。这个呢，直肠阴道漏呢，指的是在这个直肠和阴道中间有一个漏道。这个漏道呢，可以是先天性原因，也可以是后天性的原因导致的。直肠阴道漏呢，它呢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，就是从阴道里排气，甚至排稀便，啊，这种呢，如果要是经常会这样，因为我们知道粪便很脏啊，它要是经常流到阴道里来呢，它会造成反复的阴道炎的发生，然后呢，阴部疼痛，甚至呢，就是说，阴部的这个就是会阴的这种溃烂啊，或者感染，甚至还有常年的这种阴道炎导致的低热，哎，这都是可能会有相关症状。这是直肠阴道漏。